那这个很多啦，所以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同样的故事，在西方在东方哈。那这个如果你看，那都是一个又一个旅途，来启程的时候会干什么哈？然后要做一些事情哈，到金鱼的肚子里面去了哈，然后要到某些地方去哈，做然后呢？然后这 departure 这样，然后启蒙哈，启蒙之后就碰到什么？碰到如来佛哈，碰到这个什么女神哈，碰到什么一个很厉害的人啊，帮忙你啊，给你一些提示，对不对？然后这是启蒙哈，这个、归途哈，然后最后说要这个大概，你看人家玩的游戏哈，逃脱不了，很少逃脱了这个架构的哈，这个所以你当你觉得好像很好玩的时候。我应该把那些沉溺于游戏的人应该找过来，他看看他就不想玩了。原来都是这个，都差不多都是在这种类似的这个架构之下在行。当然有精彩哈，不，我们都这样就不玩了哈。你还是可以有创新的，不要像这个阿凡达，哎，我把这些东西我把它搬到，所以阿凡达故事跟那个什么故事，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Pocahontas 那个叫什么 ？Pocahontas 的中文是什么？那个 Disney 的那个动画片。叫什么？那什么起源呢、啊？风中起源，对对，风中起源，对对对，哦，那是对，其实对，风中起源的，其实阿凡达的故事跟风中起源的故事一模一样的哈，啊，一个只是英国人到印第安人这一代，那现在他把它转换成什么？转换成地球人到那个什么星球潘朵拉，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故事了哈。那一样的故事，然后你还是可以重新包装，还是可以在技术的演技中还是可以有。但这个就是看你的，但如果你了解这个架构，你就可以这个比较好的规划设计哈。所以这些都是然后步骤这一步哈，我想这个我就大家投影片里面去有兴趣再看，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这个遇见精神导师是很重要的了，你遇到这个给你一些灌顶哈，给你一些这个让能力提升，对，然后再来叫考验啊，然后这等等哈，这个这些其实都已经这个你有这个概念的人跟没有这个概念的人就差很多了。有概念的人你就是做企划啊，就在老板；没有这个概念的人，你就是在想其中这个到你真的故你没有办法，大家有一个共识在往后面讨论下去啊。讨论都是那个不说细微末节哈，就你没有办法影响到这个整个 picture 了哈。然后那这个三段式旅程里面要分成几幕了哈。那几个场景啊，那当然变成一个，然后拍一个影片啊，尤其要有几个场景啊，然后几个场景里面从跨出第一道门槛啊，然后到这个召唤啊，然后到这个还有重生嘛哈，对，最后报酬回馈啊，考验啊，深入龙潭虎穴，那一定要有深入龙潭虎穴，你要过关嘛哈，你要中间当然都是关卡了，但是那个这边的关卡当然是要，所以这个模式哈是基本上。都类似啊，那剧情当然你可以分啊，但架构是那个样子。那剧情你要怎么走呢？那就导演的手法了，就你要系统的架构，你要开始真正来实作。刚刚是概念，对，我跟写程式一样，程式的概念。那我要实作的时候，我通常打最后要打出来，那我实作我要怎么样的呈现？我最后的呈现是要线状的、树状的、网状的哈，那个架构啊，那有的架构在常呈现，最后剪辑是呈现的哈，但是我那个剧情的那个结构是什么样子哈？那结构你有了结构，到你就不会乱，不然的话，你看很多时候被找茬，对，很多像蒙甲哈，也有很多问题啊，海角七号也有哈，那到处都有每个店都有很多问题哈，那当然有的是细节的问题哈，有的是结构的问题了哈，那关卡啊，关卡的这个，那 NPC 哈 ，NPC 是，就是说 NPC 是什么？就他这个我不是我是我不里面不是人，对，是这个里面的一个我设计好的一个 program 的一个 character 哈，那 program 的 character， 那他跟这个。里面 Ava 跟里面的人的这个关系啊，是什么样的啊？那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元素了哈。那动线哈、结构哈，那当然还有很多技术性的哈。那所以不管是动画片哦，或是一般的片，或是游戏哈，在
我们是比较落后一点哈。如果你去看这个比较主要的这些游戏的厂商，或者是说韩国的了哈，韩国这部分也领先我们哈。然后这个或几个大的这个欧美的这主要美国的哈，他们分工都分得很细啊，分得非常非常细啊，在动画分就每一样东西都非常很细。好，那刚刚企划，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术了哈，美术我们就我们有讲过哈，先不最好不要叫它美工哈，最好叫它视觉设计哈，就是那这个其实它是很广的一个东西。那 visual setup 哈，那 game 里面到底是2D、3D 哈，或2、3D 一起哈，那有时候都要合起来。那然后在每这些所有的东西里面都会有跟视觉有关的哈，包含了最后行销海报，这也要靠美工视觉设计的。那其他的从场景哈的 terrain 就这个土地哈，就像我们在跟那边买了一块地，那个我地的 editing， 我的地我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水，还要变成一个湖，还要变成一个山。那一开始哈，像我们自己买的地都有自己，我什么地方要高一点，什么地方要低一点哈。那这个，那我们当然没有请美工，我就我自己拉一拉了。对，那人物哈，然后建模哈，那这个材质哈 ，motion 啊，这个这些哈，那然后当然。技术方面哈，程式的很重要了。Game programming 里面哈，那 game programming 是有很多的层次哈，那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哈？那 tour 里面哈，有你不太可能是从根做起，所以一般来讲做动画，不要即使说动画也是一样，动画里面的 game 哈，做动画里面不能动画，动画里面的程式设计哈，或是游戏里面的程式设计，有一大部分是透过 tools 在帮忙的哈，就在主要逻辑是写程式，那所以各种有 level 哈 ，scene 哈 ，special effect script， 像我们在 Second Life 里面的 script editor， game editor， 就有很多很多的 tool 来帮我们。那 tool 有完整的 tool， 然后其实在游戏的 programmer 或者是动画 programmer 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修改 tool， 而不是在做游戏或者是动画的本身。就是你买来的 tool 或你 public domain tool， 你拿它来用，并不能够符合你的使用，所以有很大的一个力气，很大的这个功夫是在做这个 tool 的修正啊。对这个，那比较熟悉的3D animation 的 software 里面哈 ，3D Max 啊，这玛雅 Maya 啊，然后这个很多了哈 ，Soft Image 对哈。那然后Game Engine Development， Game Engine 当有 Game Engine 的话，当里面有很多的系统物理系统等等等等就可以给你 support 哈。好，那整个 Development 的这些 phase 哈，我想这个从 idea 哈到 conceptual 哈到产生 prototype 这 proposal 出来哈 ，production 哈 ，integration， alpha beta final 哈，这个什么是 alpha， 什么是 beta？测试软工里面 ，alpha test alpha 版本 beta， 我们 web 2.0说我们产生的是永远的 beta， 永远的 beta， 对，就是这个 perceptual beta。那 alpha 版跟 testing 的时候 ，alpha 跟 beta 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 web 应用里面其实没有 final 版本，像 Google 有没有 final 版本？没有啊，永远在永远没有 final 的，永远是在持续的。那对 beta 我们知道就很像 beta， 就有点像是 final 哈，就还要持续的 testing debugging 的。那 alpha 是什么呢？ alpha 版是跟 beta 版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同学修软工或是这个？其实技概里面都会有，技概书上面就有了。再讲到软工那一章哈，测试。哎，印象中是一个是工作人员，就是实习生是。设计师的封闭测试，那 beta 的话就是会开放给一些使用者或者是企业人员之类来测试。对，没有错，很好。这个我不能说很好，这个应该大一下。但是对，没有错。阿法是 in house， 好，就。